请看下面，造河船以济人渡，就是建造船来啊渡人啊。那么我们啊面临着江河湖泊啊，就会啊愁叹啊，隔河相望，怎么过去？啊，如果忽然有条船能够运在此岸的人到彼岸去，这就所谓的绝处逢生啊。那么能够给他人以绝处逢生，那么自己呢也必定啊以后会绝处逢生啊。在江河湖泊能够以船摆渡他人过去，其功德固然大。那么在生死苦海当中把人摆渡到这个解脱的彼岸，这个功德尤其啊巨大啊。从世间的江河湖泊摆渡过去，这样的恩德只是在一时，在这一世一时啊。从生死苦海当中将人摆渡过去，这个恩德就是生生世世了啊。我们这些业力凡夫都是在生死轮回的此岸啊，唯有六种大功德行啊，就能够将我们摆渡到解脱的彼岸啊。这个彼岸的概念啊，这个具有很强的宗教意味。彼岸就是诸佛菩萨超过三界轮回的岸啊。这个我们啊，据说有一位大剧作家，就是曹禺啊，啊，他是啊写过一些很好的剧本啊，像《雷雨》啊这些，在解放前都写得很好。那么解放之后，他就没有什么好的作品了，有时候他非常感慨地说，这个也是政治挂帅了，被意识形态所左右，啊，有人都写过信说，解放前你的作品好像有一颗通灵宝玉，这个四九年之后你写的作品好像这个通灵宝玉没有了，啊。有个读者批评他，那么曹禺呢，他对这个批评的信件啊，常常放在身上，有时候开会他会拿这个念一念，就说他自己很惭愧，也同意这个读者对他的这种批评啊。这个曹禺据说临终的时候也有一个佛教徒啊，跟他念心经啊，告诉彼岸的世间的事，他听了之后还点点头，讲了一句话啊，说彼岸这个字眼多美好。那么我们就在生死的此岸怎么到达解脱的彼岸，菩萨的六度六波罗蜜啊提供了我们啊大乘通途啊解脱的方法，所谓布施度千滩啊，布施摆在第一啊，千就是千灵，所以自己的东西舍不得给别人为千，滩就是别人的东西想占为己有为滩，这是一切凡夫的与生俱来的通病，千和滩。这是我执的一种表达，所以要通过布施啊，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把这个千滩的烦恼给它冲破啊，就以布施度千滩，以持戒度恶业。我们
身口意造作诸多的恶业，就得用戒律来规范，以忍怒度嗔恚，常常会发脾气，阻碍了自己欲望的满足，就会怒火中烧，这就得用忍怒来度，以精进度懈怠，我们懈怠放逸要精进来度，以散乱以禅定度散乱，禅定就是静虑自心一处，来治这个散乱的心，以智慧度愚痴，这个智慧就是般若的智慧知道诸法的空性，也了知由空性升起的种种缘起法好，你看从事相上的造船来记摆渡，到出世间以法船来度众生。这个理事是可以交织的相辅相成的。那么这里还主要从四相修善开始来积福德这里在一行路有一个这个故事，就是他存好心来用船来救济溺水的人，就能得善报。这个明代有位高官做过三公之一，叫杨荣他是福建人。原来他的祖先世世代代是以这个渡船摆渡为业的。有一年遇到大水冲毁很多的居民的房子那淹死的人呢，就顺着这个水流而下。其他的船都是要这个去取那些财物货物，唯有这个杨龙的曾祖与他的祖父专门去救人，这就两种不同的声音。其他摆渡的渔夫这个船夫都是想着怎么这里好东西来了，赶紧搬上来，所以这个他的杨龙的祖父专一救人，对所有的财物一概都不取所以这个同乡的人都共同笑话他愚蠢呢。你怎么自己不得点好处那这个杨龙的曾祖就回答，我住这个摆渡所收取的船费已经足以生活，足以全家的生活了，我就不敢再去妄取别人的财物这不是我的愿望。这个就是积了阴德了。等到杨龙父亲生的时候，家里就渐渐的富裕起来了。忽然有一天，有个修道的人过他家门口，就对他家里说：“你的祖先有阴功有阴德，子孙当会发达显贵你们呢应该把这个祖先的坟墓葬在某某某某地可能董堪舆就给他点了一块地，点了一块学地。那杨家就如言呢，就葬了祖父的一埋葬在那地方，这就是有名的白土坟那个坟的地像白兔子，这个葬下去以后，真的以后就生了少龙杨龙。杨龙在年轻的时候，弱冠就考取了进士，以后呢
位居三公的地位啊，三公地位就是高官了，能够参与国家的政治的啊这样的中枢权力机构啊。那么杨龙得到这个高官之后，他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被朝廷啊赠了这样的官位啊。这由于儿子的高官就使他的父亲、祖父啊和曾祖都有官位，朝廷封的啊一个官位。